我们在家庭矛盾当中，您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是最伤害人的？不是拳头，是我们的语言。多少的家庭矛盾都从语言当中而产生的。你看我们中国人表达很含蓄的，明明想表扬一个人，你说出来的是挖苦和讽刺；明明想关心一个人，你用的是反问句；明明你很思念一个人，你却一直把他往外推。尤其是在家庭活动中，如果用的是反问句，第一，你是低情商的表现；第二，反问句其实是最伤害人的内心的。我们上个团队来了一个小伙子，一家三口，他的儿子才14岁，但是啊，他想在自己的耳朵上面打一个小耳洞，想要钉上一个耳钉。其实我也有，我年轻的时候我也钉过。他的父母认为这是不可以的，你这样钉呢就是一个叛逆的少年，往往你越不想让他干一件事情，他越要跟你对着干，因为刚好是叛逆时期。而我看他们两夫妻啊在聊天也经常是用反问句。所以啊，你说孩子想做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们理解不了，但是你给他一点时间，也给彼此一点时间。你看我们学会说话，从牙牙学语基本上要花1到2年的时间，却没有想到我们这辈子竟要用余生学会让自己闭嘴。他经常说自己叫什么，我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他的确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但是有些人的豆腐心砸出来的那个豆腐啊，它是冻豆腐，可以砸死人的那一种，就像一枚钉子，钉在木板里很快的，但是你要把钉子拔出来也很快，唯一消失不了的是那个洞痕，永远在那里，你是无法弥补的。所以管好自己的嘴巴，因为语言是人类最有力的武器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为人父母，教育孩子，我跟大家一样都很迷茫，但是我们作为监护人肯定比孩子站得高，看得远。我们把养育孩子，我个人把它比喻成是一片大草原，在大草原上面有碎玻璃，有小刀子，有小坑，但是我能看到1000米以外，这个草很高，下面有个悬崖，孩子是看不见的。那孩子在草原里面玩耍，他碰到了那个碎玻璃，碰到肯定要扎伤手，我们往往会跑过去，哎呀不要碰这个，等会扎伤手的。你越这样跟他讲，他越要去尝试，你就让他扎伤手，扎伤了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惹的。前面有个小坑，不会造成肢体伤残的，只是皮肉之伤，你就让他摔，摔好之后他以后就不会掉到这坑里面。但是当他走到了这草丛前面的时候，他看不到这个悬崖，作为我们监护人，我们要及时制止，因为这个掉下去乃是万丈深渊啊。所以我们可以发自己的光，但是不要熄灭孩子的灯。轻轻的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海洋，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，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，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。抖音